兄弟们，真正的歼灭模式即将免费上线，目前已经官宣，上线时间为8月4号。还没有玩过歼灭模式的小伙伴，这期视频熊龙就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。首先，歼灭模式一共分为两个，一个是1v1单挑模式，还有一个就是4v4歼灭模式。游戏开始之后，玩家们需要先投票选择一个作战城区，就比如我这把也是选择到了 M 城的开放楼。地图选择好之后，就是开始挑选武器，挑选武器的时间总共有60秒，60秒过后才是正式开始游戏。在游戏中也分为很多的小回合，当一个小回合内敌方全部阵亡，则视为我方胜利。如果敌方小队将我方小队全部歼灭的话，则视为敌方胜利。当游戏的大回合进入到中途的时候，还会有60秒调整战备的时间。当回合数全部结束的时候，任意一方胜利的回合数大于另一方的话，则可以获得本次歼灭模式的胜利。1v1 单挑模式的话和4v4是一样的，只不过作战的人数从8个人改到了2个人，其他的作战规则跟4v4完全一样，分数最高的小队即可获得本场的胜利。对了，听说长按评论就可以一键发送自己想发的表情，快去看看你想发的表情是什么吧。